这个雨下了停不下来了，看这个水有多大，天天下。下雨天什么最配呢？吃火锅最配。刚好你老爸这边今天去赶牛，我估计要回来很晚，下了几天了。我们等一下做好火锅，等爸爸回来吃个火锅，热热身，对不对？好，坐我在这休息一下，车也不能骑。下雨真的是做啥都不方便。多久没走过体重了？买了几斤那个鸭架骨，便宜又好啃，骨头当火锅底料。还有旁边没有肉，根本都吃不进去。这个更切点鱼片。那天那条鱼头吃了，身子还在这里。只有一个那个鸭架骨吗？那在这里岂不是有20斤鸭子？直接一分为二。看看这里超下水，这么多，反正够螃蟹吃了吧？好好给它补一下。结果做完了打电话，他就钓鱼去了，都气不气？搞得我们饿的都前胸贴后背的等他。哎，我们自己吃，不管他了。真的变成留守妇女了，我们。这个给我气的，我要喝点酒，鱼醉解千愁。还没变颜色呢，少喝一点，傻掉。我们吃个饭吃了一个多小时。还没见他回来，睡觉睡觉，不管他。我靠，10点多，我家的男人终于回来了。哦、哎呀呀，还有吗？昨那天钓的鱼，今天刚晚上刚刚吃完，吃腻了，关键是，你吃饭了吗？没有。你还吃吗？要吃。我帮你擦擦电啊。嗯。那条鱼大吧，这鱼真的好大，这个大头鱼是我长这么大见过最大的一条，真的。那就我见过了，你这个更大的给你看。哇塞，这个小鱼真的是我们家最大的小鱼。真的是你钓的吗？这条鱼有多少斤呢？估计。不知道，没有称。你钓的？吃不完，吃腻了。这条大的我钓的。那条鱼，我跟你讲，鱼拿回来就适合吃一餐两餐。怎样，鸡都安排上了，救得活吗？救得活。确定？确定。这个脚还是不小哦。哎，还是动哦。哎，真的是活的。哎呀呀！钓鱼是不是上瘾吗？我想问一下你。废寝忘食啊！啊，那个山上那个牛下雨那么冷，衣服应该打湿了吧？还做那个钓鱼？啊？嗯。回来还要来看鹅，进去了不？这是玉米粉是吧？哎，玉米粉。这鹅长大了好多，会吃吗？会哟、哦。这是在这几天吃玉米粉吃的饭。现在这个鹅已经打出羽毛不干了。大了是吧？嗯。真的长大了好多。
这鹅就是鹅，跟鸭子还是有区别。终于能吃上一口热乎的饭了哈。嗯。哎，本来刚刚还觉得委屈气呢，现在又觉得好像辛苦了。鱼头呢？鱼头做了吗？剁掉鱼头被我们吃掉了。那个搞了一点生鱼片，然后他们说好吃，全部吃完了。嗯，还在。嗯。